外贸专业课程主要针对那些希望专修或重温与外贸技巧相关知识的学生，无需预先掌握国际贸易的知识。该课程旨在处理与外贸相关的所有问题，提供必要的知识、工具与技能，国际贸易术语、运输、海关、付款方式等。本次培训时间为6个月，网上远程电子教学。建议每周的平均学习时间为12个小时，学生可以随时报名。我们可以用4种语言授课：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材料的语言。每一个学习单元都备有相应的习题，学生必须答对问题才能得到外贸证书。